经过昨暝青光雨，坐坐文旦巷，咱多少会当看到这水的情形。伊看伫树仔顶的这文旦，虽然讲外衫单高高，但是规个同款是水当当。这场雨是毋是对文旦造成影响？文旦农来讲，文旦惊风唔惊雨，影响其实无大。加减啊影响啦，啊不过个伊较惊风尔啦，雨水来讲吼还好。嘿，啊你啊油啊品质好个油啊吼。一般差不多差小块的啦，加减啊差啦，袂介厉害啦。目前文旦正要采收期，昨下即落雨进前，真侪文旦农已经把文旦采收起来了，伊现在正陆续咧包装。只是讲，搁伫树仔顶的文旦经过大雨洗过了后，搁刮几工啊，来等待好天来采收。风味甲口感其实袂有伤过侪精彩。但是伊若等好天。等好天一曝落吼，伊个日头来蒸发，嘛是伊个甜度原来佫提升啊，袂讲怎啊沉落就沉落袂安尼，嘛同款会佫提升，甜度原来同款会佫提升。啊，风味若拢滴个吼，甜度若减去吼，食起个口感吼，原来是足赞，嘿啊。其目前所收成的文旦已经开始来增箱出货。文旦农表示，今年产量正稳定，要来品尝，现在会当开始来作文。而这场的大雨对着文旦无伤过侪影响，民众会当放心啊买。南平新闻台以下马道彩虹报道。